春龙先生和王家小姐的婚礼要开始了，请各位爱卿注意我们的温馨提示。首先呢，请来宾不要大声的喧哗，为新人保持好婚礼现场的秩序。新娘子就算是仙女下凡，也请记住不要像我身后的人群那样站起来观看，不然后面的来宾就看不到寇春龙和王家的风采了。看傻了？是谁的老婆？寇春龙的，你应该认识，你追过他吧？他没有看上我哎。为了给寇春龙王家记录下完美的画面，请来宾朋友们不要来回走动。婚礼是私人聚会，请不要随意拍照或录像，谢谢合作。请各位家长带好你们的孩子，婚礼现场有很多布置，千万别让他们搞破坏行动啊。小朋友请和爸爸妈妈坐一起，一定要听话，不要哭，不要吵，如果你不听话，叔叔就不给你糖吃了。请记得鼓掌，各位一定是新人最信赖的亲朋好友，精彩之处请使劲地拍手。最后还请记住一点，婚礼礼程全部结束之后，我们再开吃。驾车来喝喜酒的朋友注意了，想给警察发奖金你就使劲喝吧。祝寇春龙先生和王家小姐新婚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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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寇春龙、王家的新婚典礼即将开始。首先有请特约嘉宾为新人带来开心的祝福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新郎新娘的吉祥物，我叫姑姑。三个人里面，我是最酷的露露。我是女生嘟嘟，请欣赏我们最酷的表演吧！耶！寇春龙、王家新婚快乐。月亮代表新娘的心，我们代表新郎送给新娘兵。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肝，你就是我离不开的 MP3。你是我的情，你是我的爱，你就是我最爱吃的大白菜。新娘是谁？新郎是您。他们的爱情就像一块坚硬的水，你能挡风雨的心，你能
别墅了，婚礼马上开始啦！